只剩几千块银行户头，要瞬间喷出十几万块，你可能觉得是天方夜谭，但网络世界把不可能变可能。脸书社团偏门工作毫不掩饰，就是诈骗集团集散地 ，ATM 前秀出扎实一叠，千元钞厚到皮包放不下，诈骗集团要买人头户，十万起跳，点名中信、国泰、永丰，再加五万。他有分他的转账额度。像一般通常都是200万，然后他有些可以到300万，避免说要去临柜要绑约定会被挡住，所以会有需要线上约定的这几间银行。诈骗集团公开买，还有缺钱民众自己po文卖账户，希望能面交快拿到10万，但想赚快钱，最终出卖账户也卖掉人身自由。这两周警方到旅馆攻坚，就救出31人。诈骗集团网络广告写到可控，薪资都很高，但实际上就是把人软禁在旅馆。广告中不管写黑水还是正水，账户就是用来诈骗。博弈的杀猪盘啊，那一种的叫黑水，然后正水就是像资金盘，就是投资型诈骗啊。等把这个账户用到终结为止，因为用到被警示账户为止。另外，像收本子表示收账户成为人头，而灰色地带跟擦边球，暗指工作游走法律边缘。大概都30岁左右，20几岁，应该就占一半以上。提供账户，那基本上要走完这个流程，大概会有2个礼拜到1个月。诈骗集团花10多万买账户，洗钱完工拍拍屁股走人，但卖账户的人被抓，除了入狱，还将担负大笔民事赔偿。三重周冠良报台北报道。